百万小泥鳅又来坐经济舱去雪山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今天应该又要充当分母了。这雪山的烟花可真够难拍的啊！这是咱们第五次拍雪山烟花了。出价的话，还是跟大山队长说的一样啊，咱们还是出个20002，希望这次他能带给我好运吧。你看看，这都有多少人拍雪山烟花呀？这不低又是个100多个。难道真的要靠头等舱才能进雪山吗？真的太难了，怎么还不出消息？麻瓜又没进，难受。再看看上一期雪山头等舱是多少进的，第一名出价35万仙玉，第二名出价15万仙玉，这感觉还行啊。如果拍10万能进去的话，要不咬咬牙我也拍个15万得了，放我进去呀，我可是职业演员。